主料虾500克，辅料盐4克，白酒30毫升，辣子鸡胜佐料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虾加盐和白酒也10分钟，蒜切蒜米。锅内油烧热，爆一下虾，加入蒜米炒香，下入辣子鸡佐料，翻炒均匀。烹饪技巧，我买的虾背上划开并去了虾线，比较容易入味，若是选用活虾不妨事先划一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